Hello， 大家好，我是有文化长得帅，记仇粉丝还可爱的小图。之前做了一期 KTV 中的大神，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被天使锁喉的泥石流唱腔。不管是啥歌啊，遇到方言后都会变得特别有喜感，更何况是河南方言。这段卡路里在河南老哥的口中出现，一听就是减肥失败的人。我煮一包辣条啊，老哥，你能去参加好声音呢？我以前见过的 KTV 大神，他们唱歌都是这样。没想到今天我看到了个这样。张学友的这首《李香兰》改编自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名曲，虽然在发行时在香港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甚至连金曲榜都没能进入，但时至今日早已成为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夜风中告知我那阵你风中回头也是梦亦似被动做被影望你却深人脑中、啊、这首哇不但是李贞贤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现在更成为了 KTV 热舞的经典曲目，特别是喝大了的时候，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借着酒精你都能干出什么。就比如这几个小哥，个个骨骼惊奇，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好了，今天就是这样，我是小腾，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明天见。